好，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转录跟转译哈、哦。转录跟转译呢，其实你不要以为说他们考试呢只会问你们说，哎，请你要说一下什么叫转录，什么转译哦。你们要知道他们真正的，他有时候呢会用一些另外的一些英文单词去做、哦，像这个，如果他问你说，请问一下什么information flow from DNA to protein，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你，就是转录跟转译两个东西。所以各位，你们常常哦，很多人呢都觉得说我就是背答案，不知道转录是什么东西，转译是什么。结果你不知道他问题会怎么问你，就他一问你是说，请描述 information flow from DNA to protein， 里面一点都没有讲到转录跟转译，那你就说哇，我不会写、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哈、哦，我一直跟各位讲说，你们在学，尤其是现在这个学习过程哦。记答案是没有意义的，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问题的问法呢一定有很多种，好、哦，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样的学习的方式哈、哦。好，那上次呢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基本的转录呢有几个特性哦，包括说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 genetic code 的一些特性哦，这个其实是还蛮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理解哦，理解了以后你背起来就很轻松哦。好，那后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基本的转录的一个过程哦。那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讲到这边哦。好。那我再把那个简单的图呢稍微画一下，让大家去想哈、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你们要记得这个转录呢，当然是会从一个地方开始。好、哦，当然你如果说这边是 mRNA 哈、哦。那它的mRNA 上面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序列，你可能会知道是像 AUG 这种东西。那 AUG 其实 AUG 可是它并不是在第一点哦，并不是在起始这个 mRNA 转录的起始点不会是在 AUG 上面哦，所以说大家常常会去搞混这个。那我们叫起始点是正一，可是正一其实不是指 mRNA 上面的这个正一，它其实是对应上来的这个 DNA 上面序列的正一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相关的位置哈、哦。好，那所以说其实配对的，当然这个是 AUG， 这边就是 ATG 哈、哦，所以你们要知道这是什么 strand 啊 ，sense strand 啊，或是说所谓的这个 coding strand 啊，这是叫模板谱哈、哦，或是叫做 antisense strand 哦，这几个 strand 它常会去考、哦，然后如果说要你写，请问这是五端还是三端？学生这边是五端还是三端？只有 mRNA 这边是五端还是三端？哎，没有人会知道、哦。啊，好好，你说。是三嘛？啊？三嘛？哎，这边怎么会是三端呢？这边怎么会是三端呢？各位，这个是这样子做过去的，所以不是五就是三，不是三就是五嘛，好，所以就不用举手了。哦、这边当然就是五端啦、啊，这个怎么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嘞？好、哦，所以你要知道 DNA、RNA 合成，一定我们在一直跟大家讲，再怎么样的合成，所以它只能从五端的地方做到三端，它绝对不可能反向做回来啦。这个是这个很基本的这种概念哦，所以说你如果注意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五端到三端，所以说相对的呢，这边呢一定是这一条 strand 是五端，啊这边已经是三端的概念哦，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上次也有提到说这边有一些像这边什么起始点 initiation elongation。或 termination， 对不对？这个东西很基本，你如果说能够这样子的慢慢的这样子画出来，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再讲了。那像这个 initiation，
请问你学习需要哪些组成，或是哪些角色有哪些人会在你学习里面出现的，或是role， 或是 player 好了 ，PLAYE 好，你们认为说隐形学习里面会有哪些因子会提到的，在隐形学习的过程中，来开始，核糖体 ribosome 会在这里面出现吗？不会哦 ，ribosome 应该是 translation 才会出现啊，是不是？OK， 转译的时候不会出现哈，这个要记得。来那边 ，primer 也不会出现在转录啊。primer 怎么会出现在转录呢 ？OK，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就算是要讲一些简单的字，也要有一点概念好不好？primer 不会出现在转录上面哦，要记得。来，还有没有？好，这边。Promoter OK 很好哦，我们所以会只要会出现在这边你学习的角色上都可以想。第一个讲到 Promoter OK 哦，还有呢，再来 RNA 的 Polymerase OK， RNA 的 Polymerase 哦，很好哦。其实还有分很多种，我们先讲 Polymerase 2好了 OK， 还有呢。还有呢，应该有很多啊，来，啊 ，DNA 解学酶不会出现在这里啊 ，DNA 解学酶出现在哪里？复制啊，啊，好、哦，各位，你们千万不要把复制又跟这个转录，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分子生物学学得很糟糕，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都把这个转录、转译啊、复制啊这些全部都在一起，然后你们根本不晓得谁是谁。你们一定要尝试自己去画图，而且说真的，这个我已经也讲过一次了，上次讲过，怎么现在还很模糊呢？来，我现在只是要你们讲 player， 所以说你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讲的。来，举牌的。通用转录因子。啊？通用转录因子。通用转录因子 ，OK， 好，那我们就简单的讲说叫转录因子哈 ，transcription factor， 很好哦，不错，好、哦，还有没有？好，后面，啊 ，intro 也不会出现在隐学习呐 ，intro 不会出现在隐学习的过程，好不好？我们现在讲说，在隐学习有哪些分会被提到的字眼，好不好？来举手的，那个举牌的 ，terminator 是在 termination 嘛？各位，你们怎么答题，现在答得这么的跳痛呢？好吧，来再来。transcription 什么 ？transcription repressor 这个有点进阶的哈、哦。transcription repressor 我们先讲一下哈，有一个叫做 repressor， 好 ，repressor PRESSOR。所以我告诉你，你其实说真的啦，当你讲这个字，我不认为你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对不对？对。OK， 所以问题是没关系，你先讲出来 OK， 但是你们接下来你们就要去了解啊，这个意思我怎么把这些东西把它拼凑起来，有些东西你们是在比较后面，有些不相干的，那当然不要把它弄进来。所以各位你们要去想一想，你们在写题目的时候，写答案的时候，它都是这样，东一个答案西一个答案就混进来，然后老师去抉择说这个东西对还是错，你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哦，你们一定要去好好去改正这种学习的习惯哈。那当然我会觉得啦，我不会特别去跟各位讲说这个东西没有教过，你们高中的时候一定有上过，一定有教过某些东西啊，某些部分哦。那你们甚至说，我们都已经给你们答案复习预习啊。连写这一组的答案的人都回答不出来嘛，或者是说你们自己有没有先去预习？如果没有，什么话都别讲啊，就这样啊。那如果说你们要我们全部背答案给你，我其实说真的，我这个直接照着念，念完了你们还是一窍不通啦哈。OK，
所以不要觉得说哈，现在好像你的课业哈越来越重，你们就忽略了这个学习的这种步调哈，好不好？好，那replace 我们等一下再讲哈 ，replace 跟另外一个相对的是，下一个 replace， 那另外它的相对会是什么？什么叫 replace？ replace 叫什么？你讲中文吧。抑制因子，好，那你觉得跟它相对会是什么？有，既然有抑制因子，一定有另外一个跟它相对的嘛，对不对？相对的是什么？后面举牌的，活化因子。好，活化因子，你觉得英文应该怎么写？Activator 很好哈、哦、，ACTIVATO 啊，哈、哦，好，那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你们已经开始在讲 initiation， 到底 initiation 要什么？好，所以我们就在讲 initiation。如果说你要讲说啊、initiation 需要，如果说 initiation 你说需要 mRNA， 或者是说需要这个，其实 initiation 里面你们应该注意，其实上面有写啦。各位有没有写 ？No primer is required。所以 primer 是这边需要吗？当然不需要。有人如果是讲说哦，你学习需要什么？需要底那个 NTP 需不需要 ？NTP 就是那个就是 base 嘛，核苷酸的 base 啊。NTP 你才可以去合成嘛。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它必须要合成，也是要 NTP， 然后要 template， 要模板。你如果说又讲模板都可以啊。光是这里你就可以讲很多种很多个东西啊，然后呢需要polymerase， 那你甚至想说 polymerase 的含有 alpha beta 这个这少的引力都可以啊，对不对？你们知道 RNA 的 polymerase 长相长怎么样吗？各位，你们这边需要复制，所以说它必须要有 RNA polymerase， 好不好？ RNA polymerase 长这样。好，那 RNA polymerase 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RNA polymerase 里面有一个东西，重要的东西叫什么？这里面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Alpha Beta Omega Sigma。 哎，这个你们高中大学都普生都没教过哈、哦。普生为什么都没教这些东西哈、啊？普生为什么都没教？那普生怎么教转录的？啊，普生怎么叫转录转译啊 ？OK， 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是因为我很多东西我都是捡普生的讲义出来的，我就觉得说普生都教过的东西，我们就尽量带过去，或是认为大家会哦。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说 RNA polymerase 跟 DNA polymerase 一样，它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散型元，它包括这些 alpha、beta、beta。Prime 啊 ，Omega， 哦，那其实它的画法就是这样哦。你如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难的、啊，你就想说它就是 Alpha， 两个 Alpha， Beta， 哦，就好像是变成一个嘴巴一样哦，变成一个嘴巴，然后一个 Omega 哦 ，OK， 然后就很像一个嘴巴这样，然后这是它的那个这个就是真正蛋白质这个 structure 的结构图啊，这个是卡通图啊，所以这样。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叫做 sigma， 哎 ，sigma 没有出现在这里啊。sigma 呢，会出现在哪里 ？sigma 其实是出现在中间哈、哦，中间。那这个是原核，这个是真核，所以你看原核跟真核其实长相是非常相像的，包括它们的 structure 以及它们的这个结构其实是非常相像。那我们就以真核原核的方式来去看哈、哦、，sigma 就是在这里，这个东西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转录的起始最重要一个叫做 sigma 哈、哦。在这里哈、哦，它就是专门去辨识这个 promoter 的区块哈、哦，所以它认识 promoter 会把它会站上去哦，站上去开始去做转录哈、哦，就是这样。OK， 所以呢，这边就开始有人讲说，哎，刚才讲 promoter 很好哈、哦，刚才如果说你没有讲到 sigma 哈、哦，这个东西就是 RNA polymerase 上的 sigma 哈、哦，这个是 recognize 哈、哦，认识嘛，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initiation 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去认识谁，谁认识谁。OK，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 promoter 的长相又是怎么样？你们现在已经认识这个 promoter， 认识这个 promoters 了。那 promoter 呢 ？promoter 长相又是怎么样 ？promoter 长相就是有这些序列。各位有没有听过负十、负三十五？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听过 ？OK， 有没有听过？都没听过。好，那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Tata Box 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高中有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的部分啊？它不会说特定，它就是分在属于比较。啊，比较那个就是有一个章节可能会讲遗传，或者讲分子生物学之类，他一定会讲到转录转译啊，会讲到这个 promoter 的区块。你们真的对这些都非常的陌生吗？还是你们心中的认知，那个生物学就是围绕在动物、植物，还有那个眼睛看得到的东西，甚至微生物看，甚至显微镜看的东西，分子生物学对你们来讲完全是一片空白，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哈，你们我是觉得会比较落伍。为什么这样落伍？因为其实现在分子生物学都已经是这么蓬勃发展一样，就像我们在讲的物理，或是化学。你现在在讲物理化学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在讲到量子力学，或是讲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很抽象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学问就是这样，已经进阶到这个程度了。你再去讲物理化学，因为物理化学都是在讲物理的平常的化学的反应，平常物理高空怎么自由落体那些嘛，那些高中的数学嘛。各位，你们已经是大学了，大学之后还有没有更上一层的学习单位？没有喽，没有喽。你以为研究所是学习单位吗？不是，研究所是研究单位。研究所全部都是要开发新的东西，你所有的知识背景一定要在大学里面奠定，没在大学里面没有奠定，研究所不会告诉你的，不会告诉研究所只做研究，只做 base on 你的所学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哈、哦。所以各位不要想说啊，我现在学不到，或者说我现在不会，没关系，我研究所在学，研究所没有人在学东西的，研究所是在研究东西的，好不好 ？OK，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讲，进入了分子的这个层次以后啊，你们就要去想一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哈、哦。那我们刚才讲说 promoter， 哦，你知道一个 promoter， 可是你要知道 promoter 长相是什么？那这边列出来就是一个 promoter 的长相 ，promoter 长相啊、哦，你看它这边的序列是正一啊，后面有很多 DNA 的序列。然后在这边呢，哎，有一个叫做负十，有一个叫负三十五，就是它位置啊。你看起来就像是它的位置。那你的负十的位置呢，叫做 TATA 的这个序列，或是在负三十五有一个 GACA 这个序列。那这个序列又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应该叫做就是consensus sequence。什么叫 consensus sequence 啊？什么叫 consensus sequence？它为什么能够定义这里叫做 TATA 的序列？为什么可以叫做 GACA 的序列？为什么？因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做 consensus sequence。什么叫 consensus？ 不考你们中文，不考你们生物啊，考你们中英文可不可以？啊？consensus 是什么？你想回答 consensus 是吗？啊，共什么？共识。共识 ，OK。共识，可是用在一般来讲，共识，你跟我有相同的共识，很好。那你就用在序列上呢？共识。啊？继续讲。共同序列。很好。什么叫做共同序列？啊？什么叫做共同序列？共同序列的意思是什么？表示这个我们做出来是什么？是 E.coli。请问沙门氏菌丝的序列是长怎么样？沙门氏菌其实副食它长相是怎么样？它的长相是什么？这个是 E.coli 哦，这是 E.coli 的序列哦。
那请问一下，沙门氏菌的副食，它的序列会长相长怎么样？既然它是 consensus sequence， 所以沙门氏菌的基因的转入的这个位置应该叫也的序列长相会是怎么样？它的序列会是怎么样？你说好，或最后面一样，没错嘛，就是一样啊，大家都一样，所以在这样有共识嘛。所以其实用共识其实并不好，叫它一致的序列啊。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有一点点，有一个 base 也许不一样，没关系。可是大部分人在讲。所以各位，你们学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找到共同点嘛。如果大家都共同，那你这个才会有价值嘛。你如果说每一个生物都不一样，那有什么好共同的，对不对？有什么好拿出来讲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所有的生物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发生一个现象，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最好是所有的生物都一致的，这个就 perfect。DNA 是所有生物都一致，对，所以这个才叫伟大的发现。如果说你这个 promoter 序列这个地方是不一样，那就没什么好谈。大家不一样有什么好谈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序列，所以才重要啊，才会跟你们讲，叫你们要背起来嘛。啊，你们怎么会背？啊，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对不对 ？OK。所以呢，当然这个主要是讲原核啦。真核的话，其实位置不是在副食啊，位置是比较远一点点哦。不过，真核生物也是有这个所谓的 parabox 啊，跟 GACA 这个 box 啊。好，那就这样子啊。那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教了这么几年来只要讲到分子生物学啦，每个人的最后的考试呢。在讲的时候一定会想后半段的分子生物学完全都听不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们听不懂，因为你们没有根本没有用心就用心在听，而且没有像学期初这么认真在做，加上这些东西又比较抽象，所以说你们只如果说没有很注意听我们讲过去了，我告诉你可能就没辙了。所以学这个也好，我觉得说我告诉你要像我讲这么清楚的人大概也没几个啦。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做很多这样分子生物学这边的实验，而且呢，就是说我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这些书啦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个分子的结构啊，或者是说可以怎么样把它弄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要不然的话，以前我在学这个的时候，老师哪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啊？反正原核真核随便跟你讲一通，那你根本不晓得那是原核才发生，真核才发生，而且这个到底是 DNA 还是 RNA 还是什么，根本讲不清楚。因为我们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你也不可能发现哪里有问题啊，好不好？所以说，我跟你讲说，你们一定要振作精神 ，follow 我的这种逻辑的这个描述再配合这个图相信你们可以把很基本的分子生物学学起来好不好？那再来 promoter 讲完所以这边就来了 promoter 区块有一个负35很重要的地方这边是大家讲我再把它延伸过去。OK， 好，负十、负三十五这个叫 parabox 这个叫 GACA 好。那当然为了要彰显这个发现者所以又叫做criminal box 这个 parabox 叫 criminal box， 那这样就是这样好。那initiation 当然就是这个 polymer 只会认识这个 star sign RNA polymer 在这边，然后它有一个 sigma， 可是实际上呢它并不是无端的就上来的它其实呢还前面还有一些帮助我们等一下 会跟大家讲一下那你先了解一下 polymer 从这边开始去做做这个转录的工作等到它开始了之后开始要 elongation 这个 sigma 就脱落以后就开始延长就开始去elongation 所以 elongation 很简单elongation 也没什么好这个 elongation 也没什么其实就是 follow 这个NTP 的，然后 polymerase 的这个化学式，然后 DNA 做 template， 然后变成 NTP 的 N 加一就这样一直复制，一直复制过去，不是复制就一直转录转录过去。好啦，所以说重点是在第三个部分
termination 哈、哦、termination。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 termination 分成两个哈、哦，一个是 role dependent role 怎么写 ？OK， role 是这样 ，role dependent 跟role independent。好，那在这边来讲。role dependent 就是需要 role 这个分子或者这个蛋白质， independent 就不需要。那如果说 independent 是不需要，那他怎么知道他要种植？他怎么知道他要种植？他有什么讯号告诉这个转录说转录要到这边截止了？你有 role 很简单， role 这个分子就告诉你说你要结束转录咯。 role independent 呢没有 role 这个分子，那你怎么知道他要停止转录？你怎么知道他要停止转录？来前面，什么？序列上的 poly A。OK， 你讲的这个是属于这个呢，应该讲说，刚才有同学讲说，他在那个尾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 U， 哦，因为他是 A， 所以他会转录成 U， 所以 U 跟 A 呢 ，U 的 A 的间接比较强，还是 GC 的间接比较强 ？GC 的间接比较强还是 AU？ 啊，举手啊，你都不举手来，啊？GC 为什么 GC 的间接比较强？一有三个氢键，很好啊、哦，没错。所以说，当它很多都 poly 都是 U 的时候呢，其他间接比较弱，它就会脱落。可是这个其实只是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才是重要的哈、哦。那这个结构叫什么结构？这个结构叫什么结构 ？Hairpin。OK， 好，很好哈、哦，叫 hairpin 的 structure， 或者是叫 steam loop。Steam loop 就是很像金的一个金的那个 loop 的那种，讲 steam loop 就是这个字哈、哦。所以说就是这个 structure 呢，哦，让这个 mRNA 呢，让 mRNA 知道说，哇，它是感觉上是终止讯号，然后啊 ，followed by poly U 的合成，所以就变成说，哎，它就是间接变弱，它就会掉下来。好，这个就是 termination 的这个部分哈、哦。好，那另外一个，那个呢 ？role dependent 是什么意思？含有 role 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那你们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吧？哈，这个是分子生物学一般都会讲的，我们这里面也没特别讲。告诉各位，我也没有说要你们去马上就去强背下，你们只要知道说有这两个 mechanism， 然后呢？这个 mechanism 大家就是说这个 role 呢，它其实就辨识这个 RUT site， 这个是 termination 的这个 site 哈、哦，然后呢，它就会 follow 这个一直转录过来到这边，最后呢追到前面去的时候，它就会让它去分离哈、哦。那它为什么能够让它去分离？最主要它本身有 helicase 的活性，所以各位你们常来讲说哦有 helicase。不要搞混了，不要跟 DNA replication 搞混。Helicase 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是没有说是可以解，可是在这里的目的其实它是为了要让这一块跟 DNA 互补这个地方能够解开来，所以它需要有 helicase 模型哦，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就是 raw 的这个蛋白哈、哦、，raw 蛋白含有这个模型哦，就是这样。好，但是你不要，千万不要只写 helicase 哦 ，helicase 一定错哦，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是叫 RO， 只是说它含有这个酵素，它含有这个 helicase 的功能，好、哦，所以不要这个缓，就像这个这位同学，他会打篮球，而、啊、另外同学也会打篮球，可是他名字是不一样的，好、哦、，OK， 好，所以你要讲的是他的名字，他在这里所扮演角色，而不是他会做什么哈。哦好，那这边就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就是真核生物哦，当然就是比较复杂啦。我们当然真核生物就比较复杂，所以真核生物比较复杂，这边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字。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了，
讲过 promoter， 讲过 RNA polymerase， 讲过 sigma， 哎，我们全身贝壳怎么没有特别去讲？现在我们就要跟大家讲，哎，这边有特别讲到说，哦， RNA polymerase 它要开始上去 DNA 之前，它必须要依靠transcription factor。哎，transcription factor 是哪些transcription factor 啊？是哪些transcription factor 啊？那是哪些transcription factor？ 或者是说，在这里面你要想一想，如果真核的话，请问真核要做转录之前，它必须要先做哪一个步骤啊？真核生物要做转录之前，它第一个必须要先做哪一个步骤？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要先做哪一个步骤？这边，所以这边是代表什么意思？各位，真核包覆了什么东西啊？真核包覆了什么东西啊？你要转录之前，你要先怎么样？啊？把染色体解开，这个有点抽象。什么叫做染色体解开？主蛋白，很好哦，好。DNA 上面会有很多主蛋白，会有很多蛋白质都 packing 在这边，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把它们全部移除，先把它移除。OK， 甚至有很多那个 supercoil 的东西要把它变成对是 unwind 之类的，就是把它稍微解开哈，就是把它没有变得没有那个 coil， 没有那个这个螺旋的部分哦。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 chromatin remodel 啊。各位，你们看要你们解释这个 remodel， 我看是没有人会解释得出来的。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就是把主蛋白移开的概念，甚至把那个很多本来是超螺旋变成没有超螺旋，让它可以方便它打开，就这样。然后再来呢，打开了之后，你才可以让这个蛋白质进来哈，包括转录因子，包括这个 RNA polymerase， 最重要的 RNA polymerase 进来。那这边就有讲了， RNA polymerase 要进来，不是随便就可以进来，它必须要靠转录因子的帮忙。所以转录因子怎么进来？转录因子是哪些？各位，你们印象中的转录因子是什么东西啊？你要转录因子是什么？如果这里的转录因子是什么？啊？你说，来，啊？不对，转录因子跟 enhancer 没有关系啊，我现在没有，对，转录因子就是转录因子啊。那然后呢，我这个的章节是什么意思？章节是指说真核生物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现在就来讲说真核生物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真核必须要先 remodel， chromatin remodel 就是要移除 histone， 所以叫做 remodel。那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转录因子，会有很多的转录因子哈，在这里哈，有很多转录因子会上来哈，有很多转录因子，加上 RNA polymerase 的协助下才会上来哈。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哎，它实际上不是只有 promoter 区块哦，这个原核生物。真核生物不是只有 promoter 哦，真核生物还有一个叫做 enhancer， 或是 silencer。什么叫 enhancer 啊？什么叫 enhancer？ 什么叫 已经有一个叫做 promoter 了 ？promoter 叫什么 ？promoter 叫什么？中文？除了一个叫 promoter 之外，又有一个叫做 enhancer， 又有一个叫 silencer。请问是什么东西啊？好 ，promoter， 你看 ，in addition to promoter， enhancer and silence also control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所以你觉得 enhancer 是什么？是 DNA 还是蛋白质？就考你这个，是不是啊？是 DNA， OK， 好，没错，是 DNA。如果是 DNA， 它位在哪里？位在哪里？你觉得它是位在靠近 promoter 呢，还是离 promoter 很远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啊？
可能有一段距离。OK， 好，我们先不讲哈 ，enhancer， 那你至少知道 promoter、enhancer， 他们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属于 DNA 序列哦。所以再来有一个叫 promoter 的，那 enhancer 呢 ？enhancer 是什么样的概念 ？promoter 可以 ，promoter 的中文叫什么？促进子是不是？是不是？那 enhancer 呢？啊，强化子哦，或者是增强子 ，OK， 好，那谁比较强？啊，没有必要去比，特别去比较哈、哦。好，那再来 silencer 呢？沉默子，那为他？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有沉默子代表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目的要干嘛？降低 promoter 活性还不错 ，OK。其实简单讲就是降低 promoter 活性，降低 promoter 活性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降低 promoter 活性导致什么？导致基因什么？来后面，先后面啊。啊？就不会再转录 ，OK。好，就不会再转录。那有没有其他的用法？其他的字眼？降低 promoter 的活性，就是让它不转录，然后或者是什么？抑制 DNA 转录。抑制 DNA 转录其实一样的、哦、OK， 有没有人跟基因有关的？基因沉默，沉默是什么意思？沉默是什么意思？不表现很好，我就是要你们知道基因表现的这个概念。我告诉你们，再怎么去讲、哦、很多时候常会讲说基因表现不表现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哦。如果我今天又考大家了、啊，请问一下基因如何表现？你们可能要写说哦，它经过通过转录转译 ，OK， 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样讲。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我要考你转录转译，有非常多的方式去考。我可以去考说 information flow， 我可以考说请描述基因表现，这些都是可以去让你要去写转录转译的过程。可是问题是，你们如果搞不懂什么叫做基因表现。搞不懂什么叫做 information flow， 你们就算是你会被转录转译又怎么样，一样写不出来答案、啊、好，所以回到整合起来，感觉 promoter 就是会造成基因表现， enhancer 呢会增强基因的表现， silencer 呢会降低基因的表现，或者是降低基因的转录也可以，基因转录或是 DNA 转录都可以。所以说你刚才讲这个东西都是一起的。好，那这三个有什么关系？等一下我也会提到。好，那我基本先跟你讲，这个 promoter 叫做基本的 general 的一般型的，这个呢是属于更就是更进一步更上游一个定义，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一般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看。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不同哦，整合的不同，第一个 remodel， 第二个转录因子加 RNA polymerase， 然后呢更进一步有 enhancer 或是 silencer 哦。好，第三个不同呢？第三个不同就是在这边有讲到啊，它会经过所谓的修饰的过程，会有这个。加上 5 gram cap、 3 gram poly A 跟 excision 的这个 excision 萤虫的这个概念、哦、所以说这边呢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当你这个转录出来之后，这边是一条 mRNA pre mRNA，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叫 AUG OK，好，然后这里呢，可能就有空，哦，这样子，那它会有修饰，所以说你要去知道修饰在哪里，五端的 cap 以及三端的 poly A， 然后还有个 splicing 在这里，所以 splicing 是什么意思 ？splicing 是什么意思？Excision of intro 就是 splicing 的概念，就是 splicing， 所以你看一样哦，它可以考你，请问 excision 的过程，考你或是考你 splicing 的过程，那所以说什么叫做excision of intro？
是什么意思？可以描述一下来。OK， 好，那你们应该当然知道说这个是原核跟真核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OK， 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图来讲，什么叫 splicing？ 如果叫你用图示，请你把它描述出来，或者说你简单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描述，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把它切掉的这个概念哈、哦。好，那你就是留下这个 intron 哈、哦、啊 exon，sorry， 这 exon 一二三哈 ，exon 三。啊，这个就是 intro 一、intro 二啊之类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形成所谓的 mature 的 mRNA 啊、哦。什么叫 mature 的 mRNA 啊？什么叫 mature？ 可以拿来转译的 RNA。OK， 不错哦，你是直接讲它意思哈、哦。这也是啊、当然很多人如果说直接翻译叫做成熟的 mRNA， 什么叫成熟的 mRNA？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因为它已经开始可以去做转录了，它已经可以有这个下一个阶段的作用哈、哦。所以有时候呢，他会考你，请问一下 mature 的 mRNA 是有需要什么样的结构？那你就会写啊。我不一定要考你说什么叫做修饰啊 ，mRNA 修饰啊，各位你们只晓得修饰。我换一个题目，换一条说，请问什么叫 mature 的 mRNA？ 我告诉你就写不出来了，因为我曾经有出过这样的题目。请描述一下怎么样这个 mature mRNA 啊？就后来有人想说，原来这个有人把它这个 mature 想成是 mutant， 因为字很像嘛，跟这个 mature 他写成 mutant。我想说 ，RNA 有什么好 mRNA 有什么好 mutant 的哈、哦、？OK， 所以各位你们要那个英文单字哈、哦，有时候也要去了解哈、哦。那当然这个过程呢，其实另外的字就是叫做modification 修饰。哦、所以各位你们常会发现说分子生物学有时候非常难教非常难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英文字已经看不懂了，然后呢又要把这些看不懂的英文翻译成中文还是看不懂啊，已经不懂这个意义了，那你翻译成中文你就一定会懂吗？当然不可能啊，可是你们又不想要去学英文，所以就会这个没办法去理解啊、哦。好啦，你看，像我们，我告诉你，这样上课绝对是来不及的、啊。所以告诉你，我也不打算说把全部的课呢全部上完。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真的要去学哦，一定要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去学哦，你们才能学得起来。要不然你们学到的东西都是很零碎的知识哦，都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单字哦，你到时候是串联不起来的哦。好，那你看，我就先把这个段落讲完了。你看，这个就是它的几个结构。pre-mRNA， 然后接过 splicing， 然后就各位我不想要跟你们讲什么叫 fibril ETM， 你自己回去想一想哦，或者说以后有机会哦，分子生物学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哈、哦。那就是这样哈、哦。好，这有很多包括一些简写之类哈、哦，讲根本都讲不完哈、哦。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讲到这个RNA polymerase 哈、哦，我们刚才讲说 RNA polymerase 是多少？是二哦。那请问 RNA polymerase 1跟一跟三是用来干嘛的 ？RNA polymerase 一，各位 DNA 的时候是用什么 ？polymerase 1跟3哦，这里呢 RNA polymerase 2是用来转录，所以它是来产生什么？产生什么 mRNA？ 那有没有 RNA polymerase 1跟3啊？有啊，那用来做什么的？有来做什么的？来，合成其他种类的啊。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例如 ，one 就是用来合成 RNA。OK， 好，不错、哦，好，这就是其实就是看这张图了哈、哦。RNA polymerase one 呢，主要就是在转录转录 ribosome RNA 的、哦。ribosome RNA 之后，它需不需要再转译啊？转录成。ribosome RNA 之后还要不要再转译啊？不要哦，为什么？因为 ribosome RNA 就结束了嘛，哈。好，那 tRNA 接下来问你啊 ，tRNA 是谁转录的？请问什么样的 RNA 酵素？什么样的酵素？它可能会搞下列哪个酵素可以转录 tRNA？
啊，学学的 DNA polymerase 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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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么, 什麼的，在 AMO 举牌的，快点，那都没有人举牌哦，哎，我你们这边有牌吗？啊，这边先给你哈。RNA polymerase 哈 ，OK， 好，在这里哈 ，RNA polymerase 哈，主要就是用来转录这 tRNA。事实上呢，这边还有特别讲到5S 的 ribosome RNA， 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基因跟这个基因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是一起转录出来的哈。但是主要的 ribosome RNA 都是 RNA polymerase 1哈，那5S 的 ribosome RNA 哈是 polymerase 哈。OK， 所以这我特别去描述去跟你们讲哦，不要去搞混了 DNA polymerase 1 2 3跟 RNA polymerase 1 2 3哈、哦，这个其实大90%的学生哦都搞不清楚哈、哦。好，那再来我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结构 RNA polymerase 2的结构，刚才已经画联合跟真核，对不对？哦，那我们大部分会画成这样的一个图。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去讲一讲说 transcription factor 怎么帮助。Polymerase 去认识 promoter。